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授，弟兄姊妹，大家晚上好。下集和咱十个祝福来看《撒母耳记》上卷四章二十一节，伊个囡仔号名叫做以加伯，讲因要离开以色列了。这是上帝约规被掠去，因为伊个大家甲丈夫拢死了。上帝因要离开的以色列，唔是伫约规被掠去的时阵，其实早就已经离开无离以色列了。约规被掠去。咱是要让百姓知影，因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，因要就会来离开。也伫即个咱伫地面上有真侪的成就，咱以前拢认为讲非常的伟大，但是最后咱拢看见迄是真最虚空。咱若做讲咱有上帝的同在，但是最后咱看见其实咱那个家己要代替上帝。有一个人的家庭啊，伫即个厝里面真爱吊十字架，然后佫吊一块啊，基督是阮家的主，并且伫伊的房间的边啊，佫放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伫客厅佫放上帝是听，然后伫因家啊的即个餐厅的所在放一个听，是永远无恒久忍耐，将规个家庭吊真济基督教的砖塔伫迄个所在，然后安尼就会加好。但是咱看起这个家庭，依然逐天咧冤家，囡仔食毒分帮派，然后全家也无要聚会，也无敬虔。咱看起着有一个人认为讲有这物件就有保庇，真侪人塞车后壁面搭一只鱼啊，抓住安尼就会平安。你这个啊，目睭里的顶面挂一个十字架，你迄个所在叮叮咚咚，同款食罚单，同款超速，甚至。吃酒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莫掠做讲，有这个物件，咱就会当得到保庇。其实圣经内面一直提醒着咱，用心灵甲诚实来敬畏这位上帝。外在这物件是咧提醒着咱，咱是毋是有尊敬上帝的话？所以这段圣经内面提醒了咱，应要离开以色列了，但愿上帝应要无离开着你甲我。做回来祈祷，特别上帝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提醒了我，使我知救恩的确未失落，因为你用迄个隐形的听来听我，除非我家己来放弃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会当有警醒的灵，知影要安怎专心定睛跟对你的脚步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